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陈绮贞，而且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很喜欢很喜欢，可是我喜欢的程度已经有点到那种脑残粉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现在超讨厌钟成虎，我讲真的，算了算了，不讲这个了，没有。痛的我就真的都不会，其他的我也真的都不会，要中人杜振熙什么都不会，就一直编一直写一直唱，留在历史上，说唱的什么都不会，已经三天没睡过怎么都不累，这条老狗的身世怎么还不错。